好，来。2021年八月，卢碧台风造成南部明坝客物桥断桥，多人受困山区，多处豪雨成灾。趁着雨势停歇，慈济志工随即动员勘灾，发送救济金跟物资。灾情一个发生的时阵，咱高雄防灾协调中心个结合咱东区的旗山园区，都会去勘灾。当灾情来时啦，你们呢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呐、啊？桥又断了，路又难走，这个时候你们总是发挥到了是无言大耻。人人不是为了自己，那个爱呢是大家人结合起来，是为了社会，为了人间的需要。所以说实在是真的很不可思议啦。那这次卢碧台风，有一些纳马夏的孩子，就假日的时候回不去，他们就留在学校。只要一有台风，山区孩子只能够被迫留在学校或寄宿家庭。志工从灾情到疫情期间，甚至暑期弱势学生照顾，不间断到各级学校送上安心生活箱。大家都是慈济的，大家有共同一个方向。众人的心汇合起来，那个心力、人力啊，都是底下这一个力量汇合，这是一股气。志工方向一致，在疫情跟灾难之时，协助学童跟乡亲，点滴之爱汇聚成大爱，透过身体力行，结合众人的力量，善念共聚。大爱新闻学林香红树，高雄报道。